锵锵三人行，我们趁着这个聂奇胜这个精神还好，一定得留您再录一集啊，太难得了。这而主要是您那一肚子故事。对，刚才就是说到当年让我们热血沸腾的那个中日围棋那个对抗赛，我当年我们大学生宿舍里就在聊，你知道吗？跟聊金庸武侠小说似的。所以今天这样也就问问您，就我刚才问您的，您说像当年您跟这个藤泽秀行啊，什么小林光一，这个围棋怎么论？就是说你们的实力是相当，胜败在于偶然，还是怎么讲？当时我跟小林光一的水平应该比较接近，或许他略占上风。就是实力方面，实力啊，就是很接近，可能他略微好一点。跟藤泽先生呢，就是也是很接近，但我可能略微占着上风。哦，但是藤泽先生在他巅峰时候，他最好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也应该略去略占下风。哎，你们还讲究一个这最好状态。对对对。那么我问你，就是您当年这个状态最棒的时候，比如说跟今天这个韩国的李昌镐来今天的状态比，又怎么比呢？虽然没有能直接这个当时的我和现在他直接交锋，对，但我看那个当时我的在巅峰时候发挥出最好水平时候，可以轻松于现在的李昌镐。哎，那聂老师，比如说我们都取最高点吧，那您觉得谁能战胜您？谁的最高点能战胜您呢？以我在这个擂台赛的发挥出来的水平啊，没有人有如神助的话，应该是没什么人能赢的。到今天您自己都没法解释这种现象。就是当时我在擂台赛表现出来的水平，用我现在自个水平是肯定赢不了。哦，哎呦，就是你观察另外一个我的时候，你都觉得很奇怪。就是在擂台赛的时候，我只能说是有如神助，下招都太具备了超能力了。我自个儿看着都佩服极了，下的真的好。这就像是这个宋朝那个黄庭坚在那个苏东坡的那个《寒食帖》后边写的，就是哪怕是苏东坡再写一遍，他都写不到这个程度。我自个儿也下不到那程度。哎呦，确实好。而且当时我们的感觉，拼命啊！他有这个先天性心脏病，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画面上看到拿着氧气瓶，大家都很揪心哈，看这画面就经常去吸氧去。我那个儿子都不知道氧气瓶是什么，他以为我给他带回的什么礼物呢。有一张很有趣的照片，他在旁边歪着脑袋看着，看那个氧气瓶提着的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哎，聂老师，我再问一个可能很外行的问题，那比如说这吸氧的时候也是这个规则允许的吗？那给多长时间休息？算兴奋剂吗？它是这样的，比赛中途呢，每人可以用三个小时的时间，每方可以自由支配三个小时，这个三个小时你怎么支配都可以，但是不能跟外人接触是吗？就像我就是人家我的比赛的时候，有人进来就是提示我，说我需要吸氧了，我就出去到那个休息室里的对着氧气瓶吸氧，但实际上他们跟我说呢，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心理暗示。他有一次啊，那个氧气瓶不知道被他们怎么弄的，全都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但没了，他又不敢告诉我没了。然后呢，他们还是把我弄出去让我吸氧，但是这回是个空的，就是可以吸空气了啊，我就开始吸空气了。但是你心里感觉很安慰。哎，我还是觉得有一种心理那个什么，还是赢了那比赛。但是呢，这发生过一次，这后来就是现在做我们当时那个记者叫刘思明，现在是我们中国棋院的院长了，是棋牌中心的主任了。他们据说有一次弄的是假的，这是安慰剂。对，就是实际上也不完全都是这个纯氧气，纯氧就有一次可是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我以为有。我还以为有这个，告诉你之后，而且安慰剂是几十年以后告诉我，在那个时候告诉我，我肯定火了，他们急了的，那个时候他们没敢告诉我，说几十年了告诉我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当时我们这个还聊这个围棋的传奇哈，我估计您听起来是不是都是一些荒谬的传说？比如说讲说是武功正术，那个时候我们讲说他是求这个求道派，对，就是说宁愿棋下输了。他要一个大格局是吧，格局要好看，说是那个聂奇胜就不练这么多，对，他是个这个胜负师，是就一定要赢，这些传说是真的，是真的呀。武功呢
就是被藤泽幸雄先生认为，就是现在很多棋手棋过个200年、500年、1000年，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啊，你会下的棋没人看。啊，他说武功的棋，多少年以后还是有人看的，就是他的棋可以流传后世。而现在像过去很多成绩比武功好的那些，像小林观一啊等等这样的棋，但是他就认为他们的棋以后没人看。那您的棋呢？他没这么说我，他只说武功。对，我还没有被藤泽幸雄这么评论过。这算是唯有存在什么唯美派吗？嗯，他跟竞技体育这个词该怎么理解呢？嗯，日本有几个棋手比较突出，一个是武功，一个是大竹，还有一个是藤泽。这三位都是属于怎么说，都是靠美学，嗯，都是讲究美的，就是宁可输棋也不能下出很难看的招，就是很恶心的形状啊，很难看的，他不来。那是不是这种碰见您就倒霉了？反正我喜欢这样的对手。是吗？哎，他们这个，因为你能在关键时刻能揪住他的想法，揪住他的心理，知道他可能会怎么样。那您呢？就是无论如何求胜第一。我以前一直都是这样，后来慢慢也略有改变，也是想这赢一两盘棋对我就是不是关键的比赛，对我影响不大。我也是想把棋谱留给后人看，非常美的，非常漂亮的。那那个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好像也是奉为比较高的一个位置，就那个吴清源那个老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？嗯，好像对他的传说也比较多哈。他是就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时候，抗日战争时候，去了日本。对。然后他跟我们就等于是隔着代的。嗯。他是现在都90几岁了吧？是。那他为什么对他的好像位置还那么高呢？哎，大家尊敬他嘛。啊。这尊老携幼。当时就说中国人的好习惯。而且算是在日本的中国人，这个打遍日本的。嗯。这个很牛的。他的水平是很高。嗯。但他有些看法呢，有些说法呢，后面也别人不容易同意。啊，嗯，比如说他好像还劝导过您去说是您这个说我不二兔不得一兔，就是说桥牌围棋说逮两个兔子，就是你一个兔子也得不到。那也说过。您对这个看法也不太以为然。没有，我还是这我觉得说的很对。他说的有些东西呢，就是他认为围棋啊是由天文学转变过来的。啊，这个我都不懂了，这个就，所以我就我只能说我不敢苟同啊，我也没研究过天文学什么。他说这围棋，你看那个有四个星象一样是吧？四个角，每个角有占90个位置啊，嗯，就4、9、36，中间那个有个天元，是一共是361，这就像四季。嗯，哎，他有一种一整套他的说法。好家伙，这个就是围棋呢，就是相当于是天文，嗯，是不应该用作比赛的东西。嗯，这是吴老先生原来有这个理论。嗯，这道行太深了。嗯，我呢只能说我不太懂，我不敢苟同。嗯，要为国争光，要赢。但您的境界也不得了了，而且就是说我关于这个下围棋的境界啊，我还听过一种说法。说是这个聂卫平按说也有这个遭遇啊，当年上山下乡，嗯，到北大荒，嗯，当知青。可是呢你知道也有人说正是因为您呢到这个北大荒，嗯，当知青，当完知青之后这个围棋的境界不同。当时还有一个描述我记得，就是说呀，说是跟聂卫平说呀，我一到北大荒看见这个天是那么样的这个广，地是那么样的阔，这个劳动完了之后我回来再坐在棋盘之前，我觉得棋盘豁然开朗，豁然开朗，就大彻大悟广阔了。有，这是我们文字工作者的加工还是您的真实想法呀？是真这样。是真的。真的，这个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在北京待那么长时间都见的是小胡同。嗯，北京以前街道都很窄很小，看的天都是很都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小。一到东北一看，哦，这个还有这么大的地，这个地站那头望不到那头。嗯，看到天好像那天高地阔，这个都很境界是确实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
境界一下开阔多了。您觉得这确实有很大的帮助，有帮助是吧？天地宽了，对，所以日本人为什么赢不了呢？他们没有上山下乡。对，有道理。他们可以去北海道再看一看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六十年回忆啊，这个上山下乡，插队知青那一段啊，很多人这个在心里，我觉得印得很深。这听说您当年呢、啊，这个父母亲都算是黑帮吧？对对对，黑是叫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。对，是说您父亲还是母亲？都是，我父亲叫死不该回。走资本主义。他们当时的身份是什么？是这样一个评价。我的父亲是当时的国家科委的情报局局长。啊。我的母亲是一机部的仪表局局长。都是搞科技工作的。那就把您弄到那边去了。听说您这身子骨还有现在心脏病。听说是活儿也干不了。干不了。领导上也不待见你。对对，他因为他只待见能干活了。我这个又不能干活又不能说，要能白活也好，就像赵本山这种能忽悠的也好，我又不能会忽悠，就看着我是什么都不行的。那您就受到了什么虐待呢？也不是特别，反正就是不怎么待久，这就是一个就可有可无的人吧。但是有一个你知道吗？女青年待见他是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说很多女青年给他洗衣服是。这是有智慧是吧？我是弱者，是因为他们看您是智者是吗？也有可能吧，反正我是有几个女的给我洗衣服，几个那白给你洗了，最后也没洗回去。我就一直想找他们呢，一直没找着。我后来没有，就是那个时候女青年给男青年洗衣服意味着什么？没意味着什么，没什么，好像很啊，不是搞对象的意思。没有没有没有搞对象。我就跟他们没搞的，手也都没拉过，不是，反正我对他们印象挺不错的。那当然了。但是对那段经历啊，现在讨论的人也很多，有的人说浪漫，有的人说是灾难。您自己看看呢，除了对您的围棋境界有提升之外，您怎么评价那一段日子？就像文化革命这样，文化大革命这个，我觉得是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。就是有点灾难，我觉得这个，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虽然是让很多知识青年都受了很多的苦，但就像刚才你说的，对一个人的意志的磨练，还是很有作用的。而且呢，到生活到艰苦的地方去，就是也，就是实地考察一下，做那个跟农民啊，跟那个。当时社会基层最底层这些人都一块儿共同生活一下，对人生还是有帮助。上山下乡这个，我觉得对人还是有锻炼的。有锻炼。但文化大革命这个绝对是一场灾难。您在东北待了几年？我应该是69年去的。我72年的年初，71年年底就回到北京了。那是因为是因为什么特别的事情？因为我受不了了，就跑回来了。您受不了就能跑回来？对，是受不了了。但那个怎么受不了呢？最开始的是因为有一个人呐、啊，就是他在晒粮厂，那个给我们在晒粮厂干活，他给晒粮厂送水，他只给女的喝，那晒粮厂就我一个男的，他不给我喝水啊。对，这为什么呢？可能因为就我是男的，而是女的就给我喝，他不给我喝水，在那个太阳底下，夏天那个东北和北京是一样的，啊、饿得不得了。这个口渴的不，就是也是不得了，这不给水喝，这个是没法接受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去要水喝，他不给。那当时也年轻嘛，后来就冲突，从语言冲突变成肢体冲突，啊，打起架来了。对，肢体冲突呢。他也没想到我的武功还挺好，您会打架呢？您打架是他把我打在地下，就是说是口吐白沫。你把他打到地下？对，他号称是口吐白沫。您是有先天性心脏病吗？是啊，是有是有。那回有如神助，对，有如神助。但是他躺在地下口吐白沫的时候呢，我就被我们那个农场的那个保卫干事用手铐给铐起来了。
哦，还有过这待遇？哎，铐起来就是说，因为他有生命危险了，口吐白沫了，给你打的。哎，然后就把我铐起来，铐起来之后，后来事实证明那个人没有生命危险。啊，就被气的，被粉敲家的是吧？但是就我从那以后就开始，我每天在那儿干活挣的工资，都是替他交医药费，都是给他挣的。赎罪去了啊！就所以，我后来后几个月，就是最后几个月在农场，全部是这样的。我自个儿等于自个儿是属于贫困交加的时候，还要把挣的钱都要给他。我所以受不了了，我就回北京了，我就不管了那边，然后再我也就没去了。没受什么惩罚吗？应该也受惩罚了。后来我回来之后呢，就一直再没去了。到后来我到国家围棋队，到集训队的时候，我们农场是不给我发粮票，不给我寄工资的。工资两票都是不给的。哎，这个咱们这记忆都有点陌生了。您那个时候为什么您跑到北京来，还要黑龙江那边给你发的粮票？户口还在那边。对啊，我关系户口都在那儿。要不然你在北京就没粮食吃吗？没有没有。哦，对，那个时候好像是有粮票的，没有粮票是在哪儿都是过不了关的，不行的。但是你的粮票要从黑龙江那边给你，因为他户口迁过去了，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户口已经迁到黑龙江，迁到黑龙江农山河农场。哦。当时是这样，是不是还有布票？啊，布票应该是有，但是他给不给我布票我不在意。不给我粮票就没地方吃饭。那这怎么解决呢？有一阵儿是我们那个，就是一个是呢，我自己跟人家要一点。后来到我记得我们的国家队里头还给我募捐过。我给你募捐呢？啊，募捐过，大家一块儿每个人凑一点，给我凑这个粮票。这个没有粮票是。我记得日子非常难过，不是跟他粮票是个那个票证，这是必须得有的。对对，这是供应制的嘛，你没有这个票就粮店不能卖粮食给你。对对对，我当时就是缺这个，那个我们农场就是不给。工资呢，他不给没关系，我们省农场局啊是替我们农场把工资给我，但他也是没有粮票给我。好家伙，在北京啊，正好过着灾民的日子啊，没粮票。你老师一说起来还这么多这个沧桑事，是是是，很惨。这您这很惨，挨过饿吧？那没有没有没有，那我到底也是在国家集训队里头，就是反正我记得虽然很艰苦，但是还是把粮票都凑齐了，每个月都交了，我要交45斤每个月。交45斤，就交45斤，你才能吃饭，对是吧？对对对，每个月交45斤。我45斤，我记得都是按月都是交了的。哦，虽然很，就有点想吃了这顿就忘，觉得要替下一顿发愁，但是45斤我还是都交了的。好像真是恍若隔日啊！你这个符合你们的主题。恍若隔世，这现在很难想象。对对对，这个粮票现在你问那个80后90后的，都不知道粮票什么东西这。对呀、什么粮票算什么呀？这个好像一听英雄还差点为一顿饭，你说是绊倒了，为五斗米折腰啊！对对对对，以后这个意思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您看，您刚才说69年您这个下去的，那个时候我想我才一两岁。所以我觉得像就比如说我们说60年过来啊，像您这样这个经历过来的人呢、你回头想想是有什么感触吗？那回头想想能感触太多了。我从60年代开始就已经比较懂事了。我觉得整个60年代是我们中国最苦最惨的年。当然70年代有一段时间也不太好，但是70年代就开始中国开始渐渐转化啊，渐渐转化，复苏转化啊。对，从80年代以后，我们就进入了这个一种叫单行快车道吧，就是前进的这个。在六十年代以前，我觉得都比较惨呢、比较每个不光是我的生活经历，我想所有人都不是很好。那么到今天呢，就是您看这现在这单行快车道发展到今天就高速公路了。对对，现在越来越快了。现在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有今天的问题？
那如果说有问题的话，是发展的速度问题，那都是就是是朝更好的、更高、更快、更好的发展时候的一些问题，绝没有过去那种那么沉重的话题、沉重的问题都很少、嗯、啊。就是发展中的问题，大师的意思是。嗯、那么您就像您今天呢，这个大家伙经常能够在各种地方活动场合都能够见到你、嗯。我想知道您又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情怀呢？还愿意到处走，到处放炮吗？还是没有，我这个不是，我是。这应该是维护国家稳定、维护国家团结的这样方法。有的作用。如果有人对国家稳定、国家团结这个有问题的话，那我是要放炮的。这个一般的我都没有什么，都是有这样的事儿吗？您为了维护国家稳定放过炮吗？那应该还是有啊。有些人这个有一些不良的言行，说的时候被我当场怒斥过。一般的。那小打小闹了，我们不会发表什么意见、嗯、啊。那聂老师，您现在的一般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？您现在那个社会工作都是怎么？我主要的时间还是在围棋啊，嗯，自个儿也参加比赛，嗯，另外呢也有带学生，还另外还有一些我一些像什么其他学生，我也要关注一下。对，您就说回到您的这个围棋哈，嗯，它不像80年代的时候那么火了，嗯，您会不会觉得失落呢？在这里没有，那绝对没有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围棋，它能几千年，能这个长盛不衰，一直都被老百姓喜欢，嗯，它的魅力是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走向2010》。